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，超多款式，总有一款是你的菜。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巩俐携男友出席晚宴，巩俐身穿深蓝色冲锋衣和黑色半裙亮相，巩俐获艺术家男友全程牵手。3月26日晚，巩俐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一场外交晚宴。当天晚上，巩俐与比她大了18岁的外籍男友一同出场，两人全程手牵着手，十分亲密。有眼尖的粉丝注意到，巩俐当天左手无名指戴钻戒现身，引发猜测她是否已经和男友再婚。巩俐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1996年2月15日，巩俐与黄和祥结婚。圈内好友梅艳芳、林青霞等到场祝贺，并送上礼物。2012年5月，经黄和祥证实，两人已离婚3年，离婚原因是两人聚少离多，并分居多年。巩俐接受杨澜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婚姻观，似乎他对婚姻并不是很看重，对他来讲，婚姻只是一张纸而已，没什么用处。巩俐更是直言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不一定得结婚，有一个很好的伴也是不错的，婚姻只是对社会的一个保障。